游全世界，环绕了一大圈，翱翔在天边，跟我去冒险，去看世界。这又是哪儿呀？让我来看看。哎，这里是上海海昌海洋公园。上海海昌海洋公园。那我们是不是又可以跟海洋朋友们一起玩了？当然可以，而且还能找我们的繁力能量币了。哇，事不宜迟，快走走。我们要上缆车，来来来，一起坐，出发啦。繁力能量币到底在哪儿呢？我们现在站得这么高，肯定更容易发现。对，看一下有没有闪闪发光的东西。哇，来，我们看一下任务是什么。浩瀚神秘的海洋是很多生物的家，他们也有自己的喜好。想要获得帆尼能量币，要努力获得动物的喜欢哦。帆尼看世界，带你去冒险。到底怎么样才能获得海洋生物的喜欢呢？这太难了，我们得好好想想看哦。真的？嗯。那个在跳舞的是机灵姐吗？她可是小百科，我们现在赶紧去问问她吧。走走走走。嗨，机灵姐呀！你在这里？好久不见。机灵姐，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？什么问题？知道怎么样才可以获得海洋动物的喜欢吗？每个人都有名字哦，动物也不例外，只要记住他们的名字也许可以哦。这个方式，那我们去看看。走啊，走走走走走。海兽探秘馆就是这里。哇，小小的请求，你可以跟我说一下他们的名字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比如说这个，那个，就是 Lolo。Lolo 年纪最大的。对，丁丁，你想知道谁的名字？我想知道那只睡觉的那一只。哦，那个是小花。小花旁边呢？那是静香。那我知道，他旁边那只肯定叫大熊。小熊。小熊。对的。哦，那个是木铁。有差别啊。像那个木铁就是海豹，有白色斑点的。海狗呢？海狗和海狮属于一个科室的海狮科嘛，所以它们就只有体型上的区别，一个大一个小。哦，我懂了，我现在终于知道了海狮、海狗、海豹的区别，你们记住了吗？三二一，走！好，再来，远一点。还不开心？开心，好玩，好玩。果弟，你怎么来了？对呀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跟大家说一下，刚刚海豹、海狮、海果为了感谢我们的投喂，将果弟当成礼物送给我们啦！欢迎欢迎！其实啊，我有一张任务卡哦，但是你们要回答问题才能拿到它。那我们的任务卡，什么问题？来，我们很厉害。你们能说出刚才五个动物的名字吗？哎，我知道，静香旁边的是小花，还有小熊。嗯，对。还有那个舌头，舌头那个叫 Lolo。对，最后呢还有木铁，对不对？对，任务完成。那你获得任务卡了是吗？是的。Yes， 看一下，海洋动物都非常热情哦，尤其是遇到和他们有眼缘的人，在海洋世界获得来自海洋动物的五个吻吧。哎，来自海洋动物的吻。哇，还有五个。哇，后面就是企鹅馆了。是的，现在我和月要进去获得企鹅的吻，只能说碰碰运气了。好好去看看。哇，企鹅。哇 ，Hello。哇，这只企鹅好大。这是帝企鹅哟。哇，帝企鹅，我听说最高的它可以达到有1.2米。第二个字好吗？哦，这好高啊，都在游泳哎，都不理我们，感觉这个吻根本收不到。哇，这个知识板我们来看一下。哎，你看，
皇帝企鹅下潜深度534米，这么深，那我们看一下。上海中心大厦才这么多。对呀，632米，哇，好厉害哎！差一点，你看。对。天哪，朋友们，你们看，那里有一只企鹅跟我一样很臭美，一直在洗自己的屁股，你看。好了，跟大家开个玩笑，刚刚保育员老师告诉我，其实他在梳理自己的毛发而已，哈哈，太萌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区域有点特别，月儿。对啊，你看这些小企鹅都被一个格子拍了。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哎，那边有个保育员老师，我去问一下。走走走。Hello。你好。请问，你知道为什么企鹅被一格一格隔起来了吗？因为9月份到了，现在是我们的一个繁殖期，我们要给他们提供那种单独的繁育空间。啊。所以全部都是一个公企鹅和一只母企鹅。对。哎，那他们是怎么选这个房子的呢？就我们把那个槽子摆在那儿，他自己选。自己挑。对，他会自己挑。不打架。不打架的。我们很谦让。这么和谐的吗？对。为企鹅鼓掌。哦。哇。哦。好小的，看我，看我，来，我们来获取它的吻。亲一下，过来，过来。哇，我们来到南极了。天哪，我们竟然进来了。Hello。Hello。你好，我喜欢你。他说，哦，我也是。哎，他的毛软软的耶。我们需要。获得他的吻，亲一下我。哇，感觉亲到我的脸了，刚才。OK， 耶、yeah ！哇，小企鹅太可爱了。月儿竟然获得了小企鹅的 kiss。没错，我现在充满了信心。那我们去获取别的动物的吻吧。我们现在去找小海豚吧。好，小海豚 ，Go。接下来我要让他来亲亲我喽，来，哎，可爱，转圈，要大一点哦，棒哎，哇，任务完成，太棒了，得到小海豚的吻了，哎，这里又有什么动物了？亲到了，亲到了，成功，成功，耶、oh, ，yes， yes， 把这里擦干净，不要残留，保护海洋环境，人人有责 ，OK。哇，这个表演也太精彩了！我们可以获得他的吻吗？我想去试试看，走。走太神奇了，真的！哟，握到了，握到了！来，老师，我们先试一下，好不好？试一下，试一下。哇！哟！谢谢你，宝贝。来，我也试一下。北极熊在玩玩具耶，哎，这两只明星北极熊据说是 CP 哦。哦，天哪，可以亲我一口吗？来，亲一下，帮我们完成任务吧，快快快！不行，我来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害羞了，害羞了，害羞脸，我也害羞脸。你亲的是个母的。哦，是吗？你说你刚才已经完成了五个吻了，所以这时候应该出现任务卡在哪儿呢？你又发现了，恭喜你们获得了海洋动物的吻，累了吧？快去火山金沙餐厅和鲨鱼一起享受美食吧！
但是月儿，以我的经验告诉我，有这个但是就非常可怕了。确实，不过也没办法，我们先去看看吧。走。哇，这里就是火山鲨鱼馆了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餐厅，跟我去冒险。哇，这里就是金沙餐厅了。没错，所以我们待会是要看着鲨鱼吃晚餐吗？过来，你们看，这边有好多鱼啊！来来来来来。哇，都准备好了哇，连菜单都这么丰富啊。五道菜，但是我们的导演能有那么好心吗？不可能啊，你不了解他们吗？我觉得绝对有问题。默契大考验，五道相同美食单独选择，选择重复即取消品尝这道菜的资格，不选择也会被取消哦。甜品，所以一二三我们没有一道重复的菜，我记百分百。我们月儿肯定了解我，我爱吃肉的，肉我来选，他肯定就不会选。那这样子我们就没问题啦。我选第一个，菲力牛排，然后羊排我也选上，这两个都是大菜。以我对马术的了解，他绝对五个都要选。但是我要防止这种事情发生，他选菲力牛排的可能性很大，那我就来选一个比较健康一点的吧。哇塞，开动哇，任务卡，来看一下。嗯，宝藏就藏在海底的某个角落，被万千可爱的海洋生灵守护着，快去寻找吧。哇，你知道班尼能量币在哪儿吗？告诉我们吧。哎，他在往那边游。哎，等等等等，我们看一下，好像是给我们线索了。到底在哪儿呀？能量币会不会就在深海那边呢？哎，你觉得这里够深吗？这里绝对够深了吧，月儿。过来看一下。能量币在这儿呢。你们知道不？哎，马叔，你看。啊，那什么？好像是美人鱼。美人鱼。看他手里，哇，把你能量币，哇，太好了。耶，收集到了。真的，我们这次太不一样了，我们这次被美人鱼守护着，任务成功。耶，哇，这里太赞了吧！突然感觉自己就好像生活在海底一样。是的。哇，生活在海洋里也太幸福了，感觉每一种海洋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呢。哎，没错，而且他们对我们人类非常的友善，每一种海洋生物呢都是我们大自然的宝藏，非常的珍贵哦。没错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海洋，给他们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，知道了吗？月儿，那我们在这里一起呼吁大家保护海洋。